to the Stitch encounter. Stitch. In Chinese. Badness meter. Here we go. Stitch tracking station. Wow, he's been sighted in China. What?确定。 发现史迪奇在太空，在太空电脑显示史迪奇。你只是麻将，已经喵喵喵喵喵。史迪奇怎么在太空里呀？好呀，我的掌心朋友。新朋友，我相信观察室里的所有人都愿意和你成为好朋友，大叔是不是呀？大家好啊，Aloha。Aloha。这么多人都没吃饱饭呢。 哈喽哈，。在太空监狱，你就是那个用酸奶洗头发被抓起来的家伙。而且根本是别人的头发呀，电脑显示证据。看护发大帅，马上好。我的头发就是他洗干净的。谁的头发脏了，记得找我的好朋友护发大帅，马上好。还有谁想跟史迪奇做朋友的，请举手。 那么多人，好吧，在这边地上有一个小男生跪着奶奶，啊，这就是他。哈喽哈。哈喽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季红珍。季红什么？珍。季红珍，几岁了？6岁。那么老了。不过保养的还不错，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？ 愿意。好啊，好啊，好极了。坐在季红珍后面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小姑娘。这就是她，Hello。好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傅瑞杰。傅瑞杰，啊，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？愿意。好啊，好极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长沙。长沙。 哇，长沙，长沙了，没听过。那史迪奇住在地球，在夏威夷，从地球来的朋友请举手。没举手的是外星人。史迪奇想跟外星人聊聊。哎，那边第三排最右边有两个穿着彩色横条纹衣服的，很奇怪的人。 这就是他们，一看就不像地球人呐。Hello，Hello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福建国，这是孙叔叔的外孙子吗？福建妹子也还老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珊珊。王珊珊，这绝对是个外孙子。王珊珊，你是从哪个遥远的星球来的？地球。地，长得这么奇怪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刚刚移民到地球的是吗？是。看来你一定很聪明，这样吧，教你个魔术，这个魔术你只要说史迪奇最可爱，你就可以隐身了，试试吧。史迪奇最可爱。我看不见你了。你成功了。那那个徐建博，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？你觉得我应该是从哪个星球来的？我在问你呢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没关系，你是特地来看我的吗？对。有没有带什么好吃的？没有。那你进来干什么？带巧克力。人家去动物园看猴子还带点吃的，你什么都不带的。为了惩罚你，从现在开始你做我的保镖，保护我的安全，知道吗？可以。我看到了，这是挺喜欢所有的外星人。除了这个，没鼻孔的大鱼头。626，离开地球，没人能保护你了。徐建博会保护我的。不可能，我一定会抓到你。徐建博，这下你逃不掉了。未知星球。我也搭着你吧。一个星球飞过呢，它又飞走了。这个星球上有人住吗？会发现智能生物体。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球，我要把它送给我的女朋友。但是，我的星球没有女朋友。啊，在这边的，第三排的靠近最左边，有一个长着大耳朵的小姐姐。啊，对对，就是他下去。还有他们，还有别人的女朋友。我看见你马上啊，我最喜欢你了。笑嘻嘻，笑嘻嘻，又看上谁的头发了？我会把你们放在我的心里的。